欢迎们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边的鸡姨女啊，基本上都开了，然后这个是我嫁接的一个棒棒糖，养护的话已经有一年了，然后这个是我去年冬天嫁接的，是一个小提根造型啊，造型还是可以的，冠孚的话，就几个月，还没怎么大，估计明年就很花量很大了，然后这个是我今年嫁接的一个小棒棒糖。这个的话是也是去年嫁接的，它初开是这种深粉色，然后慢慢的变淡，最后就变白。耐颗的话还没怎么开啊，目前的话就当中这一颗基本上开爆了，其他的一些都还没有完全打开，等后期再给大家更新一下吧。造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，喜欢这种微月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谢谢观看。